萨一直以洋娃娃般的视觉效果和超现实的身材闻名，她的骨骼结构令人惊叹，因此可以驾驭各种造型。然而在新发布的 BLACKPINK 2022 Welcoming Collection 中，当其他使用员都穿着公主般的华丽礼服， Lisa 则穿着一件看起来像睡衣的无聊连衣裙。珍妮被称为 K-pop 的 IT Girl， 每次珍妮以新风格出现时都会创造一种趋势，不过造型师还是会给珍妮不适合的衣服。珍妮曾穿着一件有些俗气的缎面粉色迷你裙上台，被粉丝调侃像西瓜。 BLACKPINK 的造型师经常给 ROSÉ 连衣裙搭配醒目的色彩组合，然而效果并不好。 ROSÉ 过去常穿着全粉色或亮黄色的服装上台，还有造型繁琐的华丽服装看起来非常俗气，智秀韩国小姐般的视觉效果被公众所熟知，美丽的脸庞和匀称的身材。然而不知为何，智秀曾多次因为造型师的怪异品味而被批评。2022年巴黎时装周上的造型甚至让智秀的粉丝们呼吁 YG 立刻更换造型师团队。 BLACKPINK 的颜值和气场都是一流的，但是团队造型师却不能更好地发挥女孩们的优势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